大家都太害羞了。过去呢，在这个之前呢，也连续三年是赞助富邦的这个 LPGA 的赛事，所以呢，很高兴呢，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呢，来帮助台湾来推动这样的一个高尔夫球运动。那今年呢，参加的选手呢，来自全世界，也有大概有7个国家，有104位选手来参加今天的比赛。那我们非常欢迎，也祝这些选手呢，在这几天呢，能有非常好的成绩。所以呢，整个富邦集团跟台湾大哥大呢，在体育赛事上呢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企业，应该善尽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。那事实上，我们这个巡回赛，我们也认为我们背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。我们高尔夫一直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高尔夫的强项，我们也不希望在我们的这一代慢慢的被它没落下去。我们非常的努力，那我相信有了大家的支持，我们选手也会更加的用心。台湾大哥大真的很用心，要把他们这个比赛办得好，所以我们由于荣焉能够有这么一个荣幸来接办这么一个活动。那未来这三天，那就看大家的努力。OK， 好，我们请各位贵宾看后面电子媒体的摄影机。请问媒体大哥们，这样子的镜头可以吗？我们也期待选手们能够在这一个礼拜能够有好的表现，将我们的总奖金500万元冠军入袋。我们 OK， 镜头可以吗？给个赞，谢谢，给个赞，我们后面也要赞。好，后面。好的。